放魂网络电台的观众朋友，海内外乡亲，大家好！咱今仔日咱的台湾文学家单兆成单老师呢，又过来到咱的这个放魂网络电台，要甲咱海内外乡亲共同来探讨台湾。台湾今仔日哪会这个样想呢？就是咱族群的问题，咱无去面对，咱无去论述。咱无去做一个这个整理啊，重新这个资源也好，所请的这个资源有文化资源、政治资源、种种的资源啊，这无落去重新分配啊，应该爱做的就是讲这个台湾人起来了后呢，无对国民党的罪恶集团来加以清算啊，地书讲今仔日咱的头人伫个遐，昨暝我听到。这个韩吉亚台咧讲，阿扁总统自杀三遍，两遍都是绝食，吼、哦，伊都是有心要自杀啦。过来第三遍，无人知讲伊头壳去整病，弄迄落安尼。我听到到底，我心肝咁要脆安尼。伫个一个偷人，有法度台湾人有法度引导国民党的一个台湾囡仔。历史讲，今仔日爱互因这个中国人啊，继续伫遐咧甲咱吞打，继续伫遐咧甲咱凌迟安尼。啊，这台湾人，你伫个外口讲你外嚣掰，啊，你嚣掰，甲你一个偷人伫个遐要弄饼安尼，啊，要弄饼自杀啦。啊，你安尼拢做官做甲足欢喜个安尼，这敢是台湾人？这就是讲台湾人这个族群哦。咱今仔日要甲这个台湾文学家。兆成老师呢，共同来探讨一下，来，老师你好，老台长你好，咱各位风云网络电台朋友大家好，讲到祖国的问题吼，我伫遮是讲先念一首诗，吼，我将这个台湾的感觉，其实讲到台湾就想到阿母，吼，我写首讲阿母的魂，吼。这个阿母的魂的感觉，咱为这个女性的角度来看，吼、哦，我就是安尼写的，讲魂，迄年的魂，年年的魂，魂山像阿母的心，像阿母的魂，啊，是有一点啊幼达，有一挂囡仔人的脆弱也贵，目淡阿母的魂，魂逐天。年年日日，参照日头阿爸的汗酸，毋是爸母父，无着乌乌辛辛苦苦，倒满真高真高的雨水。迄时阿母甲阮烫甲滚滚滚，用水甲阮淋，双手紧紧捋着阮酸甲不止啊垃圾的身躯，下人烧热的目屎啊！真疼，真疼！一摆过一摆，足散场，足散场！啊，阿母的魂啊，已经洗出阮生命的心轮，已经烫出阮渐渐大汉、渐渐坚强的灵魂。啊，汉子啊，就是阮！阿杜啊，电话机啊，讲到咱的汉子啊人吼。韩家代表，这个阿扁啊总统企图要自杀哈，这个问题就是一种绝望，绝望就是讲伊嘛拍拼一世人啊，阿扁家总统这个官位，对啊，伫个伊个拍拼的过程，伊个牵手的吴淑珍夫人，佮予人出政治车祸，佮应该安尼滴属于一世人，无采一个医生的查某囝，千金嘛，娇娇年啊，安尼，遮尼骨力拍拼爱台湾，遮尼快乐，遮尼有智慧的查某人，叫母佮一个生命安尼啦。这个生命吼，咱有一个当然一个问题，就是讲要求别人，要求是经验。伊阿扁也好，也是总统来，也是总统夫人来讲吼。当然，伊个个性哈，也是讲伊可能有一点啊瑕疵啦，哈、有一点啊，跟你讲，有一点啊，讲无尽完美的所在哈。人哪有可能完美嘛？但是讲人完美，讲干那剩耶稣一个啊，结果人个研究咧到底啊，耶稣嘛是无完美。但是这个，咱我即摆要讲就是讲，咱要从这个政治责任，拢个杀杀滴阿扁个身上，还是杀杀滴这个伊个夫人个身上啊？这是不适当的啦，
吼，因为虽然是伊讲啊，伊选个总统啊，吼，但是你唔是靠伊的尔，就是讲伊身边、身躯边这人、这学者，拢有相当的责任，吼。啊，所以咱今日要来讲，就是讲台湾的祖国的问题，向来咱拢是投票这个问题。其实我迄天唱一首歌，唱无成功，就是讲《永久》这首歌。啊，电话机啊，可能唔知道这首《永久》这首歌的背景。吼、哦，我是写讲《永久》吼，就是讲轻轻行我的身边。啊，轻轻行我的身边，轻轻牵起你的手，看你满面纯真，心内实在不忍。这就是讲咱台湾人心肝较软，甲外省人交往的时阵，你甲亲近的时阵。虽然外省人伊有两下有一个所以唯有一个特质，就是讲伊较敢，啥较敢，就是讲无论对爱情也好，感情也好，啊是讲对因本身的权益也好，因拢较敢去争取。咱台湾人较细意，较唔敢，较避俗。哦，那今日你个看拢咱台湾人，一寡优秀的人才，是安那拢娶这个外省人无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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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轻轻行我的身边，轻轻牵起你的手，看你满面纯真，实在，心内实在不忍。你也知影，咱人吼，伫讲友情的事，讲感情的时阵，无啥会感觉讲祖国的问题。但是一直讲，一旦讲到政治的问题的时阵，问题就来啊。安那讲，咱伫看阿扁啊，初初选一个市长的人阵啊，阿甲选总统的人阵啊。就发生一种族群的冲突的问题。我先讲一下，吼，唔是要甲你拍断。迄阵啊，边总统就头一年做甲有影轰轰烈烈，啊，就大家拢学咯，含迄啰老外省老阿伯，就伫老英民啊，吼，遐规堆伫个遐去坐遐咧开讲的吼，拢甲伊学咯，讲，迄啰我讲啊，老伯，你觉得陈水扁这个市长做的怎么样？哎呀，这个死小孩呀、啊，干得不错啊，嘿，怎样呢？他下一次还要连任哦，要那个、哦、麻烦您继续要支持他，那怎么行？我们自己有人呢。对啊，这就是哦，这是不是作官？啊，唔啦，安尼啦，就是选举的时阵吼，买阿阿婆啊吼，是无同个作官的时阵，啊，就会去冤家啊。啊，这不一定是翁，是所以讲外来作官新住民哦，啊是讲某是台湾人，不一定有哪些某是新住民嘛干哦。啊，咱这里。真出名的这个馆长叫尤清先生哈，因某就是所谓讲外省人，嘛是将官之后啦，嘿，啊，所以讲我会记得真清楚，就是讲当咱台湾都拄初初未讲这个母语，提倡这個母语的时阵，哦，啊，尤清馆长出来讲这个提倡这个台语啊。是台独的一种毒药，就是讲你未使提倡台语，未使提倡台湾文化，这对台湾独立是真大的伤害。哦，伊的理论是安尼，但是但是讲位倒去，人听无，人拢听无哈，哈哈哈！连电话接嘛听无哈，这相信是因为去食到因某的气暖。嗯，好，安那讲呢？应该讲起来。那要追求是一个民主的社会，应该是一个多元文化，互相尊重、互相欣赏，吼、哦、啊，互相学习，吼、哦。但是因有一种压力，就是讲，我是较早甲你压的，去压的。但是即马，互你起来，万一你咧人单一咧消灭我的华语、我的国语的时阵，安尼变哪创？啊，所以真正就邀请馆长吼，已经是受这个所谓讲中国那边的影响。
迄边就其实家己身躯边的枕头人，哦，影响家己的嘴喏，伊竟然讲这个话，就是讲咱上好是卖提倡咱本身本土的文化、本土的语言，哦，啊安尼，印度会欢喜，印度赞成台湾独立，哦，啊安尼，咱台湾独立就过面去啊。这个理论其实李小鸿教授，哈，伊嘛捌讲过，但是伊唔敢公然讲，伊是私下落去讲，啊，这个问题就是讲真深，真深的来看出一个问题，就是讲作文这个问题其实爱面对，大概爱跳过迄个，这个咱最后的解答是啥？咱的最后解答呢，也是讲从随便胡乱讲。恁台湾独立起来就是要消灭我原阮外省人、阮中国人的时阵，咱爱个反驳，但是无人敢个反驳，这是安那的。哦，当伊推卸责任的时阵，讲啊，只是不甲阮讲无关系。阮三十八年得来，民国三八年得来，就是讲四九年人啦。啊，你是讲阿狗的？啊，我就是把发生了后，我才出事的。啊，我安尼何等的冤枉哈！啊，我就安尼爱常常在讲回事嘞哈。啊，顶日来又搁讲啊，我诶、我嘛是一种自治派的受难者啊，我嘛是迄条什么市长要选总统进前，伊嘛是安尼，互人冤枉安尼，安怎安尼，伊就颠倒头过来倒家己啊，讲意思迄阵啊阿扁也执政，啊伊互人起诉，讲伊嘛是自治派的。啊，这就是中国人的特质跟台湾人特质无共的所在。嗯，哦，咱互冤枉吼，啊，身躯边的人吼，都算讲。你替辩解，总有替的辩解来讲，辩解嘛比较真公平。啊，刚才规日的直接讲啊，今仔日啊变啊这个贪污，吼、哦，都是对台湾独立一个真大的伤害，比通派伤害较大。啊，其实我看到这个、听到这个理论吼、哦，看到这款的理论，啊，心肝底不是暗笑讲，这敢有可能成立不？啊、哦，这就是伫个电视顶管电视。会当调出来，就是李小峰教授伊个电视顶悬，伫啊那讲，目屎那流，讲阿扁总统一家口啊贪污，就伤害着台湾独立，讲台湾独立做遐久来，就是乎阿扁总统一家口啊拢白了了去安尼。这就是种问题，就是讲啊，转移，吼、哦，推卸责任，吼、嗯哦，其实今仔阿扁哎闹到这个地步。不是你甲定义讲，伊是贪污这个问题，因为贪污这个物件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讲，伊是道德停止，还是一个法律停止？啊，咱来思考，是安尼，王英华法官也好，是王水华法官也好，因家澄清出来讲，基本上这个案，吼、哦，伊一个停止，经过这停止，根本都是不合法的，没个讲伊的内容，吼、哦，这个停止。卖讲是红樱花吼，还是讲红樱花这个法官，啊，甲这个王世友法官，这两人有发表这个文章来反驳这个代志，啊，伊嘛详细列出这个过程是完全不合法的，不合法的。啊，即马就可能伫个全国干那这个两个法官，伊是敢打出来，佮淡薄啊，有淡薄啊良心啊，剩的你剩的吼。99,999，我确认知影，我就是讲我边啊了解吼、有真正嘛伫讲私底下吼，亲国民党的律师也好法官，伊私下嘛伫讲，讲其实这件案件吼，其他卖讲，干那听书都出问题啊，哦，这嘛咱嘛真清楚的吼，啊，所以讲你别要求一个讲，要求一个总统，要求一个讲，一个总统夫人讲，拢卖收政治现金。这个物件是真无可能的代志。安那讲，因为阿扁啊有讲一句话，伊讲其实我身为这个本土的总统，我爱应付一寡，跟你讲民间，也是讲这个台独运动界的一寡人，需要经费，一寡人需要经费。对啊，啊，过来就是讲因中国的迄个民运分子啊。吼、哦，都伫海外的民运分子啊，还是讲吼，什么款的第三国家安怎，伊拢爱需要私下袂当讲出来，会使做袂使讲的钱拢爱伊付嘛。所以咱为一个观念看，就是讲世间到嘣一声，因为变安尼，台独变无希望，啊，伊变做甲提做罪，万古的罪人。吼、哦，所以咱这个所在，咱会当尊公，你袂当原谅阿变啊。
但是咱一定爱有一个理解啊，讲政治本身其实唔是咱是想的遐简单，吼、啊。啊，咱顶间迄个独派的这个已经过身去的这个吴兆东先生吼，伊初初嘛是安尼，别起来调啊，调啊，调个足愤慨安尼吼。啊，到尾啊，伊冷静落来，又讲一句话，伊讲我唯一袂当原谅的，是伊用钱啊。甲寄去国外去，回去国外去，伊无敢讲，哦。但是这个问题是一种道德问题，并不是讲一种法律问题，吼、哦。假设讲我偷偷啊，唔甲阿扁啊，唔甲另外讲讲，我心肝底对另外本身的不满同款，吼、哦。啊，讲出来甲无讲出来，我一定心肝底爱有一个波动程度，有一个。选择讲，我讲出来较好咧，还是卖讲出来较好咧？哦，所以伊人就那是讲，我回出国外即个钱，哦，啊，伊嘛是讲，看会当讲去国外练两年啊，吼，看会当讲给较侪钱出来无？哦，伊这个角度我看起来，啊，伊究竟是摕偌济即个钱用去输的所在，可能即嘛嘛一清二楚，哦，你别使讲，因为后生买一架百几万的车吼，一两百万的车，你就感觉讲哦，你看吃香喝辣的。但是咱即马卖为讲中国，为你台湾来看，你个赛过吼，你即马车你骑来个赛过，迄、那个一般来讲破时一款的迄个车，迄、那个休闲车一张差不多400万，啊、哦，员工到处拢有，啊、哦、啊，民国讲其他吼。哦所以讲双 B 一 A 吼，即个车，即嘛在台湾是相当的流行。啊，你也别用即款的角度去甲看讲啊，你看吴淑珍规身躯拢穿一挂迄个所有迄、那个伊的装饰，吼、哦嗯，其实伊嘛无什么无名牌嘛。伊嘛无啥，人迄本来人就千金小姐，人若无嫁啊变总统，人可能人不穿较水嘞。总是出门吼。做你总统夫人，你像，不是像电话机安尼吼，讲安尼，身躯拢无法度挂一个名表，还、是讲小挂一个啊，金钩破链，嘿，挂一个手指。是啊，上起码爱挂一个电话。啊，起码就讲吴淑珍因妈妈甄妈，给伊一个嫁妆，一个迄落翠玉戒指，啊，就用个翠玉戒指安尼讲，妹甲安尼讲，伊是贪污来。啊，人个嫁妆咁贪污来，嫁妆是变哪贪污？啊，所以这嘛是一个某种程度是。这就是一个族群的迄落歧视啦。那别人大个拢，别人挂在手里的，拢台湾人挂在手里的，就是贪污来。啊，那是因的某咪人挂的，就讲哦，都伊安怎雍容华贵，安怎有气质安尼啦。啊，咱所在啊，吼，咱即卖这个总统的夫人吼，当然伊嘛是真勤俭，吼啊，穿个上看到，穿个。有人看到，因为衫吼，迄旧年衫嘛摕来穿，穿起来两个穿，吼。啊，因翁迄套有啥人？因翁迄落游泳裤都补了十几遍嘞。啊，但是啊，一件棉被都加三十四年。咱看，咱嘛是听到，看到会当证明的吼，就是讲，因翁吼主动吼，人17亿，每一个月17万的这个特别费吼。就是讲特别费本身的一半吼，啊，拢汇伫这个总统夫人的口中，迄阵仔是市长夫人的口中。啊，伊拢唔讲。嘿，啊，伊本身是调方银行内底发这些个内底人，伊嘛是他发落来吼。啊，是安怎样啊？伊唔知这是犯法的。啊，是安那？咱唔知讲这个物件是法律上。没当温准的，啊，所以你看这个族群的问题差这济的，对，吼、哦，是安那讲，你法律上无温准的代志，伊应该去担法律责任的人，你无甲批评，啊，竟然本土的这个总统的夫人，敢那挂一个耳钩，啊，小可穿一个水是淡薄啊，吼，啊，你都甲批评家咧，讲个咩别听哩，吼，啊，其实一个人已经是变作破相的人。伊唔那是讲迄个破性，连行嘛无得行，吼、哦，用努力的杀个人，那边感觉讲心过残忍，哦啊！但是我咧个听，即嘛目前的台湾人，要个是安尼的批评，是，
你若讲中国人批评咱，还阁情有可原啦吼，啊，伊着敌人，啊，结果家己的人，伊嘛拢看袂清楚，即马街头人要死过，啊，拢嘛看到大家拢嘛足够争吵，啊，无你敢要爱你一个总统夫人讲安尼披头散发，穿敢那乞食布安尼，啊，阁坐轮椅安尼，互人抱来抱去啊，安尼太过乱笑安尼，互人看吼，啊，都讲台湾人都毋知咧。在想啥？啊，更加听心的，就是我迄天有甲张万喜啊讲一件代志哈。我拄一个先生，伊较早是支持阿扁啊，我那把去这个总统府内底啉咖啡，但是伊讲伊足切阿扁啊，一世人上切的切阿扁啊。我问伊讲伊切啥？伊讲你唔知啊，啥物酒？迄外酷恶嘞吼！迄安尼为着啥物酒，伊了500万。嗯嗯，我讲你是安那了500万？伊讲你唔知道，向做机会吼，规个降话接落去，啊，规个大概算是拢总算是差不多100亿左右安尼。我讲啊，万一这个19还是正经阿扁去用拍掉，唔是讲阿扁导演的时阵，啊，你感觉啥款？伊讲无迄个代志，绝对是阿扁个导演的。我讲你也假设，你即马心花想看卖啊，吼，你望良心看卖，万一你也是正经要用拍的时阵。伊讲，伊也毋是家己拍，伊嘛是男主角啊，伊嘛是互人安排甲拍的啊。哦，即款你理论讲的落，即个啥讲的落？我讲啊，安尼讲，你甲想，迄、那个病院院长也是国民党诶，吼、哦、啊，请来美国嘅专家也是国民党，嘛是国民党本身的支持者，你真清楚是迄边嘅竞选部总部的这个主任。啊，是安尼，你敢讲确定讲？这件代志是阿扁导演的，伊讲世间哪有讲枪拍着用美军的弹头发到过，啊，我甲讲，啊了后经过一两计划，要发生一件警匪的枪战，就是讲一个匪徒去哦，警察拍枪，我那赶快拍了不到，哎，我那赶快拍了不到啊，我那一瞬，吼，啊，迄赶快两面瞬来过过就好啊，吼，啊，你别安那讲，伊竟然来讲嘞，讲毒匪啊！阿扁就死给伊看，伊才相信这是真的。哦，我听着，但人家是安尼的时阵，迄度真歹救，无救啊！真叫新鲜难救，无命惊。哦，啊，伫遮吼。这个人哦，伊哦有钱尔啦，都可见讲这就是迄个草包脑袋吼、哦。伊敢那存钱以外拢无啥，你看伊讲伊为着阿扁啊，都什么欠500万的啊。了500万股票，了500万。啊，即卖问题心细个就是讲，伊是较早支持阿扁啊，听讲伊是摕几个10万出来，啊有去总统府啉咖啡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还有一个例，是我家己真好个一个东冲个小花东冲个，嗯，吼、哦。啊，伊做生意人，伊即卖是一来一去的人，嗯。伊当初嘛是有跟阿扁啊几百万，阿扁啊嘛是有用一个这个。纪念的这里、个，顶个江州啊，唔江州，唔江州，有江州好嘢嘞吼。啊，有个报我看，嗯，但是有一天去的时候，伊讲伊嘛是恨透了陈水扁呐，嗯啊，我想你是混啥呢？嗯，伊讲你唔知啊，我吼去买迄个收购的这里债券，嗯，哦，啊，结果收购的头家换人了，换这个徐旭东。啊，结果伊遐借款，咁要变废纸去。啊，到尾即个徐总甲因发拍拉欠讲，好啦，无两三声啊，即个钱互恁啦，吼、哦，要摕去，唔摕大家来过啦。啊，伊无法度，伊偏帮个就接受。啊，伊买可能相当个借钱，我那几落百万，吼、哦，伊就是安尼讲，迄就是今仔日就是阿扁啊，吼、哦，等于讲摕阿扁啊夫人因摕，吼、哦、有。答应徐旭东，今仔日安来做，就是讲这个官司啦。嗯、哦，啊，徐旭东今仔日安做啊，我听着咁样混了，我根本都伊无采讲伊几啊亿个人，干就无一点仔法律概念。阿扁哪有可能去插这个官司的道理？安尼讲，阿扁啊，向阵啊冇讲起嘛，讲这个代志，连阿扁啊夫人郭秀珍嘛讲，嗯，这我嘛不知道头不知道尾啊，听几波我嘛听无，听不懂啊。哦，啊，所以讲。听讲啦，听讲
有收几张啊礼券，可能在我判断可能是真的啦，这是人之常情啦。但是钱确实是无提啦，哦，但是咱的台湾人竟然讲，甲工作讲，这是阿扁啊傲是系统的，都是为着家己讲了遐个钱。但是真清楚，甲这人做已经清楚啊，是系统法律国甲判一败诉，伊照常无要插面。伊照常好，甲政府抗议啥，所以伊基本上伊爹地就是国民党的核心的分子之一嘛。伊较早捌做过中常委，好，哦，啊，所以讲，咱个想，像我写这首诗来讲，其实我对外省人也是未讲真歹印象。我最近也是头界交的女朋友嘛是外省人，想要娶外省某，嗯。啊，其实外省人有伊的长处，安怎讲？不是讲外省人较水，其实咱台湾查某囡仔嘛真水。不过外省人吼，伊确实地点较敢，即个较敢表达啦，较敢表达，啊，较敢表达，伊就较有机会。伊若要爱，伊就是要爱安尼。嘿，对，好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啊，凡是讲啊，是讲有去捌到较中国文化的时阵吼，都有较敢，哦，啊，虽然伊的血统内底吼。无讲真济外省人血统，中国人血统，但是其实伊的行为嘛是非常的中国，吼，哦。尤其咱来看这个陈文茜，吼，哦，这个陈文茜，吼，哦，这位这个小妹大，伫大华街的时阵，嘛是伊出来讲的，吼，哦，迄样啊讲台湾人从哪变一个，规个拢大家拢安尼大爆炸安尼吼，啊，民进党来分裂去，啊，哦，分裂出建国党。但是每样也是不了不了之，按你讲，咱台湾人是一个风头病，三分钟啦，三分钟热度按你讲反对安尼吼，反对大和解，反对啥，到尾嘛唔知影，吼，哦，啊，第二届对本土大伤害，就是提出什么救，伫 TBS 小护士的代志，小护士的代志，嘛讲讲咧变变叫安尼，但是竟然法律也好，啊是讲道德也好，拢完全无法度制裁。啊！伊后壁贴偌济钱，迄风声。讲听爱讲迄落，互伊敢若毋知趁十亿还是偌济？头啊是讲两亿啊，两亿三亿。你又搁听爱讲偌济？这数目毋是问题，最主要就是讲强辉啊，伊伫咧之前来讲，伊赢又伊要将台湾变过来，伊个目的达成，伊都互伊钱之外，搁互伊伫凤凰卫视搁开一个，搁开一个节目。啊，上主要就是讲。咱台湾人唔知影一个问题，就是讲迄个细节，唔知影讲迄安尼落去到底哦，迄什么救你也无早甲欠吼，你也无早甲欠吼，连一个陈文茜你都无早欠的时阵，你对国民党也好，还是对整个一个中国的共产党好，你一点啊你都无办法。嗯，果然真紧，原本对讲没有真相就没有总统，所以就真紧就变作贪腐总统，嗯，哦，贪腐政权。伊迄阵啊，国民党也做法。甲共产党联合起来，就是讲吼，这个什么救我都甲你拍落去，啊，即嘛都用这个贪腐来甲你抹哦。我什么救的时阵，伊拍落去，就是讲，输去，结果煞颠倒，佫赢起来，台湾人有迄落，啊，结果伊用贪腐的时阵，台湾人全的煞去互关起安尼。伊最主要是讲看破咱本土政权的卡手，就是讲阿扁也是冷心，啊伊。皇宫的到底吼，规拢戆去。啊，因遮个咱遮个，主要是阿扁啊，遮身边的遮个什么大脑啦，什么遮个啦，童子军啦，嘿啦吼，啊，遮个人敢唔免负起责任？伊遮个童子军根本一点啊都无效吼。啊，讲去作官的问题，规拢揪去。啊，伊拢无了解，讲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，因为陈文茜管伊的人，伊四分之一的外省人的血统的咧。中国人血统，啊，以四分之一是日本人的血统，啊，四分之二咱台湾人的血统，啊，无大紧，伊本身是已经甲因老爸老母已经拍歹去啊，吼，啊，在这个情形之下，咱卖讲以这个抒情，还是讲伊是女性的问题，咱以这法律的问题来看，就是讲这个伤害一定足深的，吼，因为伊牵涉另外更加深的问题，就是讲。总统本身的名声也好，还是一个事实，原本黑的你甲变白的，这个事实本身
这个物件你无讲都无妥当嘞，无见面妥当嘞，你袂晓得创。所以话就今点啊，连一个约谈一谈，讲去啊一谈来讲调查局，还是讲来这个特警组，还是讲来这个警察局，嘛唔敢去噶，去噶下啦，去噶问嘛唔敢。啊！这都因家己的人，因家己开的，因家己的动机，因的食物链内底环环相扣内底。咱台湾也不是有法治啊，台湾不是国家嘛，无法治啊。啊，个国家好笑就是讲，我私底下有听到真济独派这个，所以讲老人家吼，靠混凉人，竟然讲，真一方面的嘛。陈文茜一方面伫俄罗伊的性感，哦，伊迄两个咪咪吼，哦，我听见昏了吼，啊，甚至我讲啊，我错的讲，因甚至讲实话，我伫讲，甚至讲食一啖唔到话好呢。当然是安怎讲？是啊，我们是啊，啊，所以我感觉讲，规身躯会起鸡毛灰吼，我当然啦，遐不输贵啊嘞，啊，啊，咱台语有一句讲。不三不四哈，其实中文嘛，讲不三不四哈。啊，不过咱台语就是不输贵。啊，我咧想讲，因为哈，咱拄只咧，你咧，迄个老师你咧讲的讲，迄段讲啊，这个恁的这个朋友，伊恨啊变啊恨到要死哦。我就是因为伊哦，我搭落钱来买什么债券来创啥炒股票安尼。台湾人有一种的迄个。足无好诶，就是讲，自从这个土匪集团来了后，拢惊这个乌西贿赂嘛，乌西啦，惊后尾门啦，红包啦，吼，啊，法官啦，审案诶时阵讲，唉，我看这个事情啊很难办啦、啊，怎样安尼有无？意思讲，你钱爱摕来，钱爱摕来，啊，这手该缀伫遮，意思讲，遮需要一个所在缀咧，安尼，迄个动作诶暗示啦，就是讲。明示也好，暗示也好，即使讲今仔日咱为迄、那个林玉社迄个代志来看，就是讲我拢惊下骹嘛，啊顶面是拢好好啊，啊我拢惊迄个桌啊骹落去吼，遮落去讲人情啦，卖人情啦，遮落去送红包啦，遮落去安怎？啊台湾人的迄个生活模式、思考模式、做生意的模式、创啥想要飞黄腾达的模式，拢毋是迄个一骹步一骹印吼。啊，来做来京东，讲我来争取到这个生意。你若一脚步一脚印去京东要去争取，嘛保证争取无，因为迄物件就是互遐个人拢安尼用迄个桌子底下暗盘就搞掉了嘛。所以讲，这就是一种的病态啦。爱惊后尾门，爱惊歪路吼。啊，尤其是啊，功好小吼。啊，咱个报纸吼，已经这是应该是古文啦吼。讲马英九这个选总统。讲拢总开啊，四亿四，笑话、哦、啊！前差不多十几年前哈、哦嗯，这个陈定南选省长的时阵、嗯，当然省长的规模是较小哈，公、哦、开四亿六哦，啊，你相信？省长嘛是爱全国来共，无啦，省长就是兼一个高雄市加一个，一个台北市嘛，哦啊，因为十几年前伊那钱较高嘛，啊，开四亿六哈、哦嗯，啊，结果伊讲。这个总统开四亿四，无啦，伊四亿四是可能干那开迄落看报纸的钱尔啦，剩的拢无算。啊，小英开七亿七哈、嗯，啊，所以讲你甲想讲，这个好笑，好笑甲想无差不多去、嗯，这就是用教育。好笑甲无差，这就是用教育。教育就是讲你后头讲好笑，你后头阿爸你都赢、嗯。你会晓硬拗，你都赢啦。啊，所以讲有那些咱弱者哈，就是讲徛伫正义的这边。你也无勇气，有机会等到机会时，你也无勇气。就是我从顶家滴讲来讲，向阳休息的下讲，当然派啊，吼、哦，这正人君子啊，欠勇气、嗯、啊，正人君子欠勇气，归刚刚就是啥，家己报家己啦。嗯、啊，即目前真流行，就是讲写回忆录地，讲我较早对这个民主的贡献，对台湾独立的贡献，话多都话多话多。啊，话多话多是今仔日时咧，台湾独立变到这个地步，变到拢流尾去。无即嘛，台湾建国，台湾独立变票房的毒药，选举无人敢讲啊。啊，你要讲台湾独立，啊独立到这个伫这个桃园孤山遐的独立啊。所以回到台湾，我这条歌。我那即马想起来嘛真讽刺，因为迄个人做那我是
保持一个真纯真的心心灵，希望讲看有一个外省查某囡仔会当爱着我无吼？啊，我写一首歌，讲英语，讲轻轻行我你身边，轻轻牵起你的手，看你满面天真，心内实在不忍。啊，汉只囝，哦阿金，哦阿囝，汉只心，你敢知？你敢知？咱拢是同款命运，轻轻行我你身边。愿为你付出灵魂，爱你想你深深，你是我的爱人。啊，我惊寒食冻，寒食惊我心。太好是会当觉醒，团结起来，今的精神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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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轻轻捧起你的面，详细甲你看好真，看你满面纯真，心内实在不忍。轻轻行我你身边。愿意伴你一生，看你明月遐圆，咱的美梦永久。